是一个宿舍的吗？我是叫他过来吃零食，真比较大方呀，老板，想吃零食的大领老板，领老板，哎，领老板，领老板。其实我就是零食大户，没有办法，偷偷带零食，带了一大半箱的那种。我觉得那种没有零食会死的。之后恰好他也是，之后我就叫他来宿舍吃零食。但是我的宿舍是四个人的宿舍，之后心里的宿舍一个人。我的是六个人的宿舍，但是他们宿舍跟我们的一样大，然后我们就很拥挤。我们还挺宽敞的，就是行李可以提了片的打开放，你们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们的都是都好几个都是立着的，然后每次要打开就是开一半，然后这样。还不走路的。我们的其实还挺小的，可能健身的地方吧。健身组的人不需要什么活动范围，你在床上自己在举铁就行了。还吃过可能需要皮片放吃的那种。但是他们的零食都被收走了，嘚瑟的吧？像我这种悄不蔫的就，对，他们当时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进来，然后。哎，然后就给我们健身组啊，是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吃炫耀，然后人马上就来了。人要低调，像我这种就不说话不告诉别人，就悄悄过来带他们吃零食，就不会被没收，就藏起来，咱们悄悄低调一点，做人嘛低调一点比较好，不能太高调，就对。